出去玩，你说好。好啊。到时候我再跟你买点上好的胭脂。哎呦！嗨嗨嗨！该你上台唱戏了，怎么还在这跟闲人扯淡？存心让初阳像是吧？不是，对不起，我忘了。就是你，急什么呀？让上面锣鼓多敲一会儿不行吗？我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有本事你上台唱几句去啊！哼。 我说竹如海，你大小也是官府里的人，整天往我们这儿跑什么呀？朕不知按的是什么心。<笑>大人，在山野密林发现了一具白骨。一具白骨，快是。 这儿谁是管事儿的？这老爷，我是锦衣班的班主，您有何吩咐？先看看帖子就要数了。轿子在外边等着呢，让他准备一下，马上给我们走。小童，好好好好，我这就给您叫去。快点！哎，夏桃红，别唱了，你看，如意院来帖子催了。怎么回事？快快快快下去吧！快点！哎哎哎，你赶紧着。 起轿，走。大人，就在那边。大人，这是个什么人呐？这生前是个年轻女子。 而且不是农家妇人，必是
身材修长，腰肢纤细，骨质细嫩，容貌姣好啊。大人，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死在这儿呢？该不会是从这个悬崖上掉下来的吧？重阳节登高望远，从这儿掉下来，那是必死无疑呀。不会，如果要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话，骨骼应该受到折损，她现在骨骼完好，不像是掉下来的，好像也不是愿意自己躺在这儿，是有人安排她躺在这儿一年多了。大人，您是说这个女子被人半路劫道，谋财害命，弄死到这儿了？这么长时间了，尸骨没有被野兽拖散，衣衫尽除，显然是被人剥去的，而且还有银餐在此，这就不像是谋财害命了。那会是谁呢？是啊，夜半三更害人性命，遗失密林，销声匿迹。这位夫人，这周围住着多少户人家？有几个村庄啊？大人，周围呀有三个村庄，数百户人家。哦，对了，这山脚下还有一座明泉寺，香火一直很旺盛。明泉寺烧香的善男信女中，该是也不乏这种美貌的女子吧？对，阿贵啊，在，叫人把这具尸骨给我带回提刑司。是，快点。我们去明泉寺看看吧。好。看样子这里是下山的路啊，走吧。阿弥陀佛，大师，我是本寺住持觉心，请问二位是？啊，我们是路经此地，走得口渴了，想来讨碗水喝。此地供应凉茶，无论何方施主尽可饮用，请。多谢大师。看样子二位是官家之人，来此荒郊僻野，有何公事可办呢？荒郊僻野，一出祸殃啊！大师，哦，多谢。大师可曾听说这山后发现了一堆白骨啊？嗯，有这等事？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本寺山门闭塞，前来烧香拜佛者一心向善，从不传播恶语妄讯。本僧没有听说过此事，二位既来此查询，必有斩获。不知道这位凶手是谁呀？斩获凶手谈何容易啊！那具白骨在山里已经一年有余了，找到凶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啊，不过呢，这件案子有宋大人来查询，案件早晚会破获，凶手也终究难逃法网。这就好，这就好。贫僧指望扫清山野妖魔孽障，保得一方平安。阿弥陀佛。好了，大师，多有打扰，那我们回去了。恕不远送，恕不远送，告辞。多谢。我觉得这两个人鬼头鬼脑的，会不会是？会是什么？如果真是白骨案的凶手，他会隔年等着咱们来抓吗？那倒是，不过这两个人行为诡秘，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举动。
赵捕头，好像有什么声音，你听听看。 怎么会是你呀？在下刑部录事竺如海。你有什么事吗？宋大人，您审案的功夫非常的高明，但这防身的功夫啊，哼，却差点火候。这狗病没有伤人的意思，你是不是出手太狠了一点？你随身携带刀具尾随于我是何用意啊？宋大人，你该不是怀疑我对你欲行不轨吧？ 说这荒郊野外的深山老屋里，居然有这么一座大庄园，没想到。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物，怎么会在这儿呢？走，我们先去打听一下。啊。哎呦，二位客官，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来，来，坐。 二位客官，来点什么茶？我们店里有红茶、绿茶、花茶。我们随便坐坐，你看拿点什么过来吧。啊，我看新茶刚上市，就来点龙井吧。好，啊，好嘞，你坐啊。哎，急什么？问你几句话。我就是一打杂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怕什么？大爷问你话，你知道的尽管回答。我问你，这个如意院是什么玩意儿啊？ 它是哪个大户人家，还是哪位朝廷要员的宅院呢？如意院，你们都不知道啊？看二位像个当官的，如意院当官的没有不知道的。如意院的庄主不一般呢。说什么呢？啊，干活去。哟，二位客官，是从外地来的吧？你胡说什么呢？这位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啊。老板，我们刚来京城不久。 不知道此地还有这么个院落所在，也就是随便问问啊。二位客官，莫要见怪，我们是外地人，借此地做点小本生意，不敢造次。俗话说，祸从口出。现如今这世道，有些事情看他不能说，听了更不敢讲。二位客官，不要见怪，请喝茶，喝茶。 大人，哎，大人，哎，你们两个干什么？我们要去拜会一下你们的庄主，你们认识吧？这位是大名鼎鼎的金鸡提点刑狱宋慈宋大人。金鸡提点刑狱是极品官啊，我们庄主啊非三品官不见面，非一品官不同桌饮酒的。哎，你这什么意思啊？啊？ 难道你们庄主是当庭重臣、前庭阁老？你管他什么人呢？
反正没他的吩咐，谁都甭想进这个门。对。哎，提刑司的人你们也敢打？你们还有王法吗？啊！请。来来来来来，赶紧了。请教，大人，那女戏子怎么会在这儿啊？你给我追上前面那顶轿子。好，坐好啊，快点，这快点，这英姑啊。嗯，我怀孕了。啊，真的？嗯，啊，太好了，我现在就跟大人说去，这天大的好事。哎，你先等等，看样子这次的案子又得让他费一番心思了。嗯，这么晚都没有回来，干脆我跟你一块儿过去看看吧。这怎么能行啊，您现在身体也不方便，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好啊。那你就给他带点吃的过去，看样子今晚他又要在提刑司查案子了。嗯，哎呀，这，哎呀，大人呐，你把这副骨头架子、绣花鞋、银簪拿起来放下，这都小半天了，琢磨出点门道没有啊？这天已经这么晚了，你没觉得饿呀？我这都饿得咕咕叫了。天都这么晚了，哦，对，你还没吃晚饭呢。没吃啊，哎，大人你也没吃呢。你可真行，一遇到案子连吃没吃饭都忘了。还真让夫人给猜着了，一查案子你们就不回府了。骨头大哥，你又在发什么怨言呢吧？看我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有吃的，大人再熬夜我也不怕。大人您不饿啊？赶快来吃点，吃完之后啊，我还要跟您说件喜事呢。哎，英姑啊。啊，你过来，你过来。啊，你跟我说啊，这个鞋跟簪子好像不是一般人用的，是吧？哦，这呀不像一般女子用的东西。这根银簪要比一般女子用的长一些，而且粗一些。这个鞋吧，底儿薄而且质软，这穿不了几天呀，底儿就要磨破了。英姑，啊，我知道了，这是那种人穿的。宋大人是喜欢看他走台步呢，还是喜欢他脚上这双绣鞋？你觉着我喜欢什么呢？男人嘛，各有各的想法。你宋大人的心思，我一个女人怎么猜得出来？好，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是看上这双绣鞋了，想跟你讨一双回去好好欣赏，班主不为难吧？果然宋大人有此喜好。行啊，这有什么难的？一双绣鞋在我们锦衣班还不难找到。
宋大人在这儿等着，我这就给您找去。你怎么会有这只鞋？你说呢？莫非宋大人跟那个戏子相好，是他送你的这双鞋？这不可能啊！如果果真如此的话，你觉着这个人该是谁呢？或者说，一年前他突然失踪？班主。怎么会有他的两样东西啊？这个人是谁？坐下说。哎，为什么不说？难道说是你枉杀无辜、抛尸山林不成？不，不，不是。我虽然现在是班主，可过去也是唱戏出身。我知道这行的苦处，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杀死绿妖？一个靠卖艺为生的女子。怎么说，这个女子名叫绿妖，也是你锦玉班的戏子，对吗？是。啊，不，不是，她的死跟我没关呐。去年，好像是清明前的几天，那天晚上，给她上场了。我这才发现他没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锦玉班，离开了瓦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呀。班主，这个绿妖是你锦玉班的主角，突然失踪了，你既不在乎，也不寻找，更不报官，这种说法靠得住吗？宋大人，您不知道，戏子们走江湖闯码头的。有哪些戏子愿意在一个戏班子老老实实的待几年呢？那些有姿有色有才气的女旦，她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惯了，今天投靠了那个戏班子，明天又去了这个瓦舍，谁管得了她们呀？再说了，有哪个戏子愿意在瓦舍这样的下流地方卖唱到老？一旦有钱的当官的看上了，他们可愿意跟着出去享福呢。那这么说，你觉着绿妖是应该跟哪个达官贵人或者是有钱人入了深宅大院去做小妾去了？嗯。他死了，而且一年多了，成了一具白骨，没有人知道他的冤枉，更没有人打听他的下落。你不觉着这太委屈、太冤枉了吗？他真的死了。嗯。绿妖戏唱得不错，人长得也俊俏，年轻轻的，就这样死在深山冷谷里，真是挺可惜的。那你可记得平时都有哪些达官贵人来看他唱戏呢？或者说是带他去某处唱戏呢？这一年多都过去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宋大人，请原谅。如意院他可去过？如意院，恐怕去过。啊，我记不清楚了，啊，我得上去招呼一下。小二，过来。你们俩先回去吧。是。就。老姜，我要去城外。哎，好嘞，上车。嗯。这。好，
哦，大人，就快到了。哎，驸马爷，就来落轿，落轿。哎呀，驸马爷呀！啊，宋大人，久违了，别来无恙啊。还好，还好。驸马爷一向可好？慧觉公主好吗？好，好，好。我昨日还陪慧觉公主去皇宫为娘娘贺寿喝酒去了。是吧？宋大人，这又是要去哪儿查案呢？哎，今天闲来无事，城里太过喧嚣，也是随便出去走走。啊，我也没什么事儿。你也知道，皇上只派我一个管军马粮草的闲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昨儿听说如意院有几匹好马，得便过去看看，就这点小事儿。是吗？对，宋大人要有兴趣进去看看。哦，有好马。对啊。那随驸马爷去一块见识见识。好好，一起去，一起去。哎呦，驸马爷来了。是为那几匹好马来的吧？请进，请进。我给你介绍，这是宋提刑，也想进去看看马。这个得禀报庄主啊。哎，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宋提刑也是京城命官，虽说只是个四品官员，可也手握生杀大权。是是是，林安城也算是个厉害角色，你们庄主不会不让他进去吧？驸马爷，您是知道的。我们庄主啊，一向为人豁达，广交朋友，只是对头回来这儿的生客，初来乍到的，还有个闪失不是？啊，好了，宋大人，庄主传下话来了，敬请宋大人进如意院，可以到处走走，随便看看。宋大人请。哎，只是这随从嘛。你先在外边。我进去看看。是大人。那好，宋大人请。哎，停停停停停。您看看，不错的，您就收下吧，没问题。对如意院的感受如何呀？哼，那还用说吗？自然是个好去处了。管事，哎，那好像是个力不适了。你是如胶似漆，妙不可言呐。来，先亲一个。
如果宋大人另有所好，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去处，是否过去看看？哎，管事，要说这漂亮的女戏子，锦玉班有个叫绿妖的，可曾经来过你们如意院？可还记得？绿妖？宋大人说笑话吧。如意院从来没有来过叫这个名字的女戏子。啊、哟，您瞧那边，驸马爷正骑着那匹枣红马跑得正欢呢，您不过去看看？好，对对对，就得这样。驸马爷，好马，真是一匹好马。驸马爷，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把它买下嘛。买下买下，当然要买下。管家，这马是哪儿的？卖什么价啊？啊，来人呢？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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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哎，管事，什么事啊？驸马爷看上这匹枣红马了，去跟他谈谈价钱吧。哟，驸马爷您好眼力。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宋大人，您是否也挑一匹好马呀？哼，你看我像是个骑马射箭的角色吗？哎，千里马呀，宝马难得一求啊！我跟你说，你可错过机会了。这个马太棒了，宋大人，这能不能借我点钱？驸马爷，您可真是找对了人了。我不过是个四品小官，年俸不过几千两，哪有钱往外借呀？啊，这样两万两行不行？三万两。哎呀，驸马爷不行，五万两，少一两我都不办。哎，驸马爷既然掏不出五万两，那就让别人买吧。五万两区区小数目，本大爷掏了。好，算你识货。哎，我不会让你吃亏的。来，哎，你回来，你算买值了。我跟你说，我说，哎，特别棒。我跟你说，宋大人，贵为皇亲，不如有钱在身，这话不无道理吧？来如意院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你们庄主，到底是何许人呢？该不会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吧？说起来，我们庄主与你宋大人可是在官场上打过交道的老熟人，只是他早已退出官场，现在一心经营着如意院。不过庄主虽一介平民，却非等闲之辈。我看出来了，他有这么个如意院，招来这么些个公子王孙达官贵人，还有北方的骏马一族的美女，可谓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啊。既然是老相识，就请他出来叙叙旧，正好我有桩案子也想向他请教。不巧得很，庄主刚才因一件要事所牵，已经离开了如意院，他让在下代为致歉。是吗？庄主说了，一定要让宋大人玩好，如果宋大人玩腻了要走，他已备了一份薄礼，请宋大人带回府去，必有所用。他既不肯说明身份，我怎么好受人之礼啊？下回再请教吧。宋大人这就要走吗？恕不远送。哎哎，大人，那个如意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好啊，好地方啊。好啊，大人，那你进去这么半天，玩得不开心呐？胡说，我身为提刑，怎么会进那种地方呢？我进去是为了查案子。大人，我知道，那您查到什么了没有？那个庄主是谁？和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吗？如意院里面全是达官贵人、豪门望族，那位庄主高深莫测，神秘得很。像我这种四五品的小官，他连见都不想见。什么？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是哪个那么大胆，居然不把你这位京畿提刑官放在眼里？那倒未必，不过据管事说，此人在官场上跟我交过手，背景复杂，这个人会是谁呢？不知道。啊，大人，我在如意院的外面还小有收获呢。你发现什么了？啊，我看到昨天咱们遇到刑部的那个小文官了，他又在茶馆里候着，眼巴巴地看着如意院的门槛。哎，大人，你说他每天到这儿来干嘛呢？嗨，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刚才我在如意院还看见那个小桃红跟一个达官贵人调情呢。竹如海，
一个水性杨花的戏子，怎么可能跟他一个月俸十两的小文官有染？也是啊，一个六七品的小文官，每天也就是抄写抄写文章啊，发送发送案卷，能个什么名堂？还不如我呢，做一个捕头，跟大人走南闯北，干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能够为民洗冤除暴，抑恶扬善，还能赚些美名，流芳百世，是不是大人？这，驸马爷，是你呀！啊，宋提刑，你看这匹枣红大马，终究还是归我梅子林了。今日得此宝驹，此乃人生一大幸事啊！宋提刑，妹我先走了，驾。这驸马爷怎么像个孩子？为了一匹枣红马，说高兴就高兴，说难过就难过。哎，行了，腿也走酸了，上轿回府吧。哎，来，起，走。大人，官人。哎，这个盒子是哪儿来的呀？这个呀，是荣医院派人送来的。啊，我不是说过不许收礼吗？怎么还给打开了呀？啊，这可是送礼的人啊自己打开的，我们可没有动过。啊，你看，这是一对鹿茸，这是高丽参。怎么会送这两样东西呢？我也想呢，荣医院的庄主怎么就知道我们府上正好缺这两样东西呢？什么叫正好缺？你呀，多日不回府，府中的事情当然不知道了。你娘这些天身子不舒服，我想买点高丽参给她补补身子，跑了好几家药店，正好缺货，没想到荣医院的庄主送过来，倒是挺及时的。哼，还有呢，恐怕大人还不知道吧，夫人啊已经有身孕了，刚刚郎中来过了，说腹中的小儿啊可能坐胎不太稳当，所以最好用上好的鹿茸帮他安胎。真的，夫人？嗯。宋慈中年得子，真是。英姑啊，你没事儿多陪夫人过来聊聊天，陪她散散心。啊，哎呀，那可使不得，英姑帮你办案子身边是缺不得的，再说我身体没有觉得特别不适，不必劳烦英姑的。没关系的，大人身边还有捕头大哥，区区小案子他能应付的。大人您放心吧，有时间我会常过来看看的。哎，不对呀，英姑，这如医院的庄主是个什么角色呀？他怎么不动声色就把我家里的内情都打探到了？哼，不得了。曹大人，宋提刑，真没想到啊，如此小小的一桩案子，居然惊动当朝一品大员亲自过问，实在难得。为官者，当以社稷百姓为重，事无巨细，人不分贵贱，需身体力行，体恤民情，如何成难得呀？嗯，宋大人，
你公事繁忙，有本官在此，今天就不必你多劳了，请回吧。曹大人，您可能忘了，当年临安知府吴淼水因史文俊一案惊动京城，被罢免了官职，流放乡野。临安知府之职是一直空缺啊，大小案子凡涉及京城，都由我提刑司代为过问。此案虽小，也是我提刑司范围之内，我岂敢推卸责任呢？劳动曹大人亲自过问呢。这样，还是请曹大人回去吧。宋大人，此话说得不错，只可惜此一时彼一时啊。此话怎讲？临安又新任了一位知府。新知府？嗯。是谁呢？曹某人把他叫过来，给宋大人推荐推荐。好啊。嗯。